星条这三个点，一、三、五，星条好这三个点，一、三。把头放上去，再放进两盘，全部擦干净。然后上好三颗螺丝护体，五十，塞子正好滑过去，有点紧的。往这个方向转，是这个柱子会往上升的。先填好一三五这三个点，这个，这个。这个调好以后，再调二、四、慢条，调好以后再紧这螺丝，这五颗螺丝都紧了就好了。